得知道啥时候跳马，啥时候出局。过日子忙事业，哪能都如意？大丈夫你得能昂身，也得能屈。人活一张脸，树活那一张皮。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，国法家规要牢记，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。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，走好人生这盘棋。董事长，项目书写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。这块，把为了提高山庄的效益，改成为了游客更具观赏性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一会儿就改。好。进。导演来了。杏来了，大哥啊！啊，这空中缆车项目全票通过，你是不是开心啊？非常开心。那家里事儿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可有一阵没回去了。怎么了？咱爸脚崴了。什么时候事儿啊？就是前两天呀，我回农村才知道。怎么崴的？就那药丸子。他上秤杆子那儿弄着破网，然后就撺弄爸去打鱼，结果爸呢一出溜就把这个脚踝给崴坏了。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你要干啥去？我现在就回去，让那药丸子滚蛋。我还有别的话想跟你说呢。那个，王秘书啊，对不起，请你回避一下啊。哎，好的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大哥，这不人药丸子把咱爸脚脖子给崴了吗？你说我能不给大辣椒打电话吗？我当时抄起电话就想问他，你赶紧把你儿子领回去行不行啊？你猜咱爸怎么的，死活不让打这个电话呀。我告诉你吧，就现在啊，你是别想把这药丸子从爸身边给整走了。他不走也行，我就拖。一直拖到药丸子60岁，我也不给他找工作。这不是办法，你说的是气话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拖的时间越长，那药丸子在爸身边待的就越久，日久生情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咱爸现在就离不开这药丸子了。快想想办法呀。行，我把他弄到山庄来，让他当个库房总管。第一呢，这好听；第二，爸那也能交代过去。交代啥呀？嗯，库房总管那多重要的岗位，能让他干吗？那能放心吗？你以为呢？我在远离办公区的地方给他找一个破房子，里边装点东西，让他天天给他看着，寸步不离，捐他10天半个月的，我看他走不走。没几天他就得跑，亏你想得出来。都是他逼的。嗯，对了，啥时候让他上班啊？库房建好马上请他入住。喂，董事长。哎，小琴呐，我爸摔成那样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药丸子背着我带爷爷去打鱼的，这事儿不怪我，董事长。那我爸摔成那样，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
董事长，我倒是想给你打电话，是药丸子把我手机给抢走了。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让我看着爷爷，爷爷让药丸子看着我呢。啥家进屋的？哎呀，进来不大会儿，看你拉了，看你拉了就没招呼你。啊？看你挺投入的。电话都响了。你的？嗯。我大奎哥。嗯。嗯。大奎，你有事啊？爸，我听说你摔着了，摔什么样啊？哼哼哼。这消息太快了啊，没啥事儿，谁告诉你我摔下来就是崴一下子，啥事儿没有。要不我开车接您，咱们到医院拍个片儿再看一看吧。啊，拍啥片子，啥事没有，放心吧。啊，你看这我搁院里走呢，这还能走呢。啊，嗯，呀天啊，嗯，我呼噜你干啥呀，你看这走的。那个什么吧，啊，这几天呢我实在是太忙，等我忙完之后呢我再回家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。尿了。早尿了你。爸，你说咱爷俩合作天衣无缝啊，大把就来给上就有。我发现问题，我弄点儿弄西桌假弯门斜道，你这脑袋老快了。我刚一说搁院里走，你蹦上了，哎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呢。我配合你吧。这脚咋样了？这脚？嗯，这脚啊？是吗？你要看那好的。这个是这个。你都不知道我脚哪个坏了，你说？哎，还有点重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嗯，我得真得走着，慢，不能老这么待着。肿的挺厉害。夏雨啊，啊，今天怎么也得来瓶酒啊？必须有啊，来了，给起开。不喝这个，来瓶白的。哎，你不是最爱喝葡萄酒吗？咋的了今天？这叫睹物思情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也这么矫情了？小心眼啊！这事都过去了。就是啊，爸，你说你个男子汉大丈夫心眼也太小了，你跟你姑娘都过不去，你还能跟谁过得去啊？是吧？别说话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呢咱就喝葡萄酒，一是庆祝你们这个缆车项目成功，二呢是庆祝啊彻底告别这葡萄酒。对。好吧，那就喝这个。嗯。小女孩喝什么酒啊？哎呀，你们俩都倒了，你咋不给我也倒一杯呢？再说了，今天投票的事儿，我也是功臣呢，我不举双手赞成了吗？对呀，有我闺女的功劳呢。怎么还说不听你啊？别喝。嗯，要不这么的，咱们投票表决，同意我喝酒的请举手。嘿，二比一通过。这今天又把我举下去一回哈，我敬你一杯吧，来嘛，哎，干杯！哎，珊珊呐，嗯，我得点你两句啊，
有些事儿啊，你可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啥都知道，我只是没有点破这个事情，我只是没说。但我没说，你别以为我，啊？你说你一个山庄的财会部门，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，那怎么，人家说啥就是啥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不想后果，啊？你自己想想吧，你。吃饭，你说那些干啥呀？爸，我错了，这事儿不怪诗信，这都是我的主意，跟他没关系，这都是。我知道，不都是韩世信的事儿，也都是赖你小姑。我小姑也知道这事儿了。他怎么不知道？二柱子举手那一票，你小姑背后不捅咕他，二柱能举这个手吗？啊，那不就他弄的吗？瞧我不知道呢。啊，你这葡萄酒的事儿还没过去呢，爸。嗯。是，那你要说这事儿，那不能完全怪我自己，我们四个都有错。你回头好好批评批评我小姑。这不都过去了吗？爸，我敬你一杯。你教训的对，妈，我爸说的对。你下回有投票的事，你就提前通知我一声，我这手说举就给你举起来。你这手也没坏，是吧，爸？别改呀，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事儿，来来来，咱们一起庆祝一下。脚咋样了？没事，我先搁这坐着拉拉琴，活活血。嗯，就别让他吃劲就行。嗯。精活啊！老琴，你看他老掉毛。哎，你今天别老玩这玩意儿。嗯？我那事儿你再问。问啥呀？这都半个月了，到倒计时了，我怕我大奎哥忘。哎呀，你不用追，忘啥，他指定没问题啊。到半个月了，他就我哎呀，哎呀，咋抽了？我这老也不拉，这金壶拉完扳手抽筋儿。我哎，这个，嗯，好。主要是我就寻思你不打电话，你发个信息也行，我这心不落底儿。你放心吧，啊，不用发。哎呀，我这嗓子也唱不上去。你拉我唱，啊？我能唱，我搁学校总参加文艺节目，文艺骨干呢。你呀？我这嗓子随我妈了，可能唱了。你会唱啥呀？哎呀哈，京剧我会的还少呢。我再会有一个叫《斗志》，这是啥调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《斗志》就是那个，就像山庄似的，斗智斗勇的。斗智斗勇。石彩牙，你知道不？石彩牙是啥呀？石彩牙听得刺哩铃响。这，哎呀，这叫自斗，斗智呢。都那玩意儿，就玩心眼儿那套事儿。唱哪段啊？唱那个雕得一啊，还是啥？嗯，就从石彩牙呗。啊，行行行，来。
起啊！来的这事儿没唱。妈，哎，怎么起的他？嘚儿啊，嘚儿啦，嘚儿啦，嘚儿啦。是不寻常，我佩服你趁个机灵有胆量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。我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。参谋长休要你有夸奖，舍己救人不敢当。茶馆谈兴旺，江湖义气定义爽，司令城来有长望，我有心北讨大树好乘凉，也是司令好福，不管咱能够与有成想心思君。休想大爷，哎，哎呦我的妈，造一阵子是吧？这孩子你咋找不漏呢？你老拉犊子，我插不上嘴。你这水平上我们那乐队去都行，是吗？那你跟我们演出去吧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我上山庄，我跟你扯啥呀？哎，这太好了。哎，这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呢。哎，大爷，唱完了，然后发一下子吧。嗨，你发啊？你发。拿我电话给他发。啊，你口气呗。嗯嗯。我唱的是不是还行？真想到你这孩子还真挺有才。我妈走哼哼，我就就那阿庆嫂调也上去了。啊，这个项目总算通过了。嗯，有短信，我帮你看看啊。看看。嗯，我爷爷。咋写的？你看，尊敬的董事长。关于李存金工作安置一事，按规定时间已过半，最好当你助理，赶紧办。是你爷爷发的吗？对呀，我爷爷发的，你看。没毛病，这文采。这文采，嗯，邮政开代表。这是我口气啊，还尊敬的董事长。哎呀呀，我管家大奎还叫尊重的董事长吗？你这孩子，我这还有点马虎了。你这语文咋学的？化学老师教的，准是那个药丸子偷你爷手机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你说这药丸子怎么这样啊？就这水平，撒个谎都能撒漏，还想跟我当助理？你不紧张、麻烦、着急吗？这不是？你这不发了？你这整个啥事？没事啊，我跟他解释，孩子着急吗？那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没打算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珊珊。嗯，我手机可是有密码的啊，你怎么打开的？咱爷俩长得多像啊，我这一扫就开了。说实话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别说你手机密码了，就连你银行卡密码我都知道。啊？家贼难防啊！我妈告诉我的，你以后可得对我好点啊。新四军就在沙家浜，这棵大树有阴凉，与他们常来往，乡里安埋着营灯照响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，佩服佩服。哎呀挺好啊。真有那两下，妥了，以后你就跟我去玩去，实在不行你给我唱。行，嗯，瞅这样山庄不能让你去了。那别的大大你就搁这给我唱，我就拉，我看挺好。不是该工作工作，哎，来，哎呀，还有点麻，来，别碰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好嘞，我没啥事，回来给你唱行，该工作工作。人才，拿手机，咱回屋啊。
设备已经联系好了，申办的相关手续呢，我这几天着手办理。你的任务就是筹备建立缆车经营管理部，对上岗人员进行培训，咱们同步进行。一旦要是设备安装完毕，马上运营。董事长，那咱这人员问题怎么解决啊？咱是从内部抽调还是重新招聘呢？缆车检测与维修呢，都是年轻人，咱们山庄大部分都是女同志，外部招聘吧，包括缆车经营管理部的经理一并招聘。咱要一下招聘这么多人，那人员开支可就涨了是一大截啊。本来咱们现在山庄效益就不好，你这又投入这么大一块，咱这压力有点大呀。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。董事长，我倒有个建议。说。我坐一坐行吗？行，坐吧。董事长您看啊，咱们现在这个山庄人浮于事里有两个部门，一个是保洁部，一个是小剧团。你说总经理召集咱大伙开会能是啥事儿呢？那肯定是卫生不合格，想强调一下纪律呗。那不对呀，我也不是搞卫生的，我是小剧团的，你让我来了，我们俩来不到目的。你来干啥来？让我看呢，你看这阵势呗，指定是山庄有什么大的举措，找咱们这些老同志来呀，商量商量，让咱们呀给出出点子，把把关。你可拉倒吧，我看呢。肯定是看咱们这些老人都挺辛苦的，先给涨点工资啥的呢，还想发点啥好东西呢。拉倒吧，自己干不干活都不知道啊，这一个个都胖啥样呢。哎呀，这真的发点东西那可不错，那说明山庄没忘咱们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些老人在那干这么多年了，那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没有苦劳那还有疲劳呢。对，谁要是那么对待咱们，那咱可高兴死了，是吧？想好事儿吧。这个就瞎猜了啊，咱等着吧。各位叔叔阿姨都来了啊，过来了，叔叔阿姨，坐吧坐吧，叔叔阿姨都坐吧。都坐吧，你们都坐，坐这儿行啊。坐坐坐，往前来，往前来，我也往前。不不不，我坐这儿吧。行，坐这儿吧。今天请叔叔阿姨来，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让大家通报一下，然后呢大家都认真听，不明白的地方呢咱们再相互交流，好吧？行。今天请来的各位啊，可以说那是咱们山庄的元老，那是想当年跟着咱们董事长一起创业的人，可以说你们才是咱们山庄的财富，才是咱们山庄的大功臣呢。哎呀，经理，这话他说的我们真爱听。这都是实话，没有大家的辛勤付出，那能有山庄的今天吗？那是。其实啊，无论从这个资历来讲，年龄上，辈分上，我不应该坐这儿给大家说话。你看你还谦虚。但是我也是受咱们董事长的委派，给大家通报一下咱们山庄最近的形势。咱们山庄这些年一直是以这个餐饮旅游为主，最近董事长为了提升一下游客的观光体验，决定上个新项目。高空缆车。知道缆车是啥不？哎，是不是就是搁那空中来回悠那小悠车啊？对，就是那个小车。这缆车。对呀，那玩意儿你可得拴住了。是啊，从电视上看着过，那玩意儿都掉下来了。安全才是第一的。安全问题大家一定放心，咱们请的那都是国家最专业的团队来做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能吸引更多的游客，咱们山庄也多了一个可以挣钱的项目。好。好项目非常好，董事会呢现在也已经全票通过了。马上就要上设备，现在问题是这一上设备需要资金呐，而且你说上完设备，后期的维修、保养、检查，那都需要一批专业的人来做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山庄这个人员开支可就大了一大截啊。韩经理，听你的意思，这是有困难呢，是不是缺钱呢？是。您说的太对了。现在咱们山庄这个资金实在是太困难了。韩经理，缺钱不是事儿。想当年呢，我们山庄创业的时候，跟着老董事长也缺钱呢，但是我们家家往上凑啊，
他拿10块，他拿20，我们要把这山庄建成了吧？缺钱，我们大家想办法，是不是？有多我们就拿多，有少我们就拿少。对，大家事儿，大家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们都拿，我们都出。叔叔阿姨啊，听你们说这些话，我这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。不愧是想当年跟着老董事长一起创业的人，觉悟是真高啊！我这里代表一下咱们董事长和全体董事会的成员，向大家说一声谢谢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这接下来的话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哎呀，你就说呗。对，都是对我们好，只要对我们好，你就说，没问题。对，行，那我就说，今天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是传达一下咱们董事长的指示。鉴于最近咱们山庄，资金和人员上出现的问题，董事会决定裁员。裁员的范围包括演员部、清洁部、餐饮部，还有小剧团。裁员年龄在60岁往上，名单我就不念了。今天在座每一位参会人员都在裁员的范围当中，一会儿散会以后大家就可以回家了。那60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我还没到60呢，我才55。那没我啥事儿，我才57。啊，不是，这个事情是这么算的。您看啊，就是咱有55的，对吧？有57的，那后边还有70的，还有71的呢。大家这个年龄加到一块儿一平均。那都60岁往上了。哎呀，哪有这事儿？哪有那么平均的？这事儿啥没听着过？就是那我得跟你背多少年呢？别整那事儿，你这还整我这来了呢？我跟你背几年咋的了？我身体比你好啊！不信咱俩上外摔吧摔吧，我肯定能摔过去。哎呀，净整那没用的，说正事儿呢。别瞎说，没用的事儿。你说那没用，我还替你背3岁。韩经理，刚才你又说我们是元老，又是功臣了的，这整来整去，咋还跟我们公家去了呢？就是，你还说奖励我们，你说整来整去，这不卸磨杀驴吗？不是，我都撵回去了。不是，你这新项目一上，咋还都把我们邮家去了？就是呢，你们这么决定，你说让我们这心里这寒心呢。这个名单呐，那都是董事长定的，那至于为啥定的都是大家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，董事长。我觉得董事长不能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人。我看也是，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你的主意呀、啊？对，人家是领导，你出的主意呀、啊？你想，我能出这些主意吗？大家知道，其实我在董事会上年龄是最小的，说话也不算呢。大家的心情其实我非常非常了解，对吧？在山庄干一辈子，那能没有感情？其实啊，这个决定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。你们都干这些年了，老员工，那有啥话不能说呀？那有时间就找董事长唠唠呗，努力努力，对不？啊，这你说不定这玩意儿就能挽回呀。那是得找董事长，董事长在吗？董事长这两天不在，出门了。躲出去了？那没有啊，咱董事长不是那人啊。这两天他去市区跑那个缆车的批文，啥时候回来呀？回来这个事儿真不好说，但是你们这些人呢，都没啥事儿，哪盯不住他一个人啊？是，行行，谢谢。反正该说不说，今天我能说的话也就说到这儿。我也是真心希望叔叔阿姨们都留在咱们山庄，对吧？那咱就这样，事情就是这个事情。我就先走了，大家都努努力，加油！哎呀，韩经理说的对呀，咱得找董事长去。董事长不是搞项目去了吗？你可拉倒吧，你别听他的，那说话能有准吗？咱们别搁这乱呛呛，咱也别东西西一句的，咱们毕竟是山庄的老人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咱们说话呀，办事儿有点形象，别让人笑话咱们。本来就瞧不起咱，让咱们回家，你说咱这个个再整这熊样，你说那成啥了？我是这么的，咱们吧，咱先去两个人，探探信儿，行不行？去，咱们去，我们先等着啊。对，去，你们等着，这还有水果，你吃。干啥呀？啊。
是高老师，这么秀着呢，心多大呀？你在外边让人看着你，你说你像个啥？外人的才，你不也会才了吗？你还说我成那个样成了？那啥呀，我看你这个乱动啊做饭呢？红光满面呢，是不是有喜事儿？左眼皮没跳啊？啥呀？是不是来财了？嗯？啥意思啊？啥呀？真能做。没捡点啥呀？没有。真高啊，城府挺深的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你这心态还真能干点大事儿。行了，别闹了，把钱拿来吧。啥钱呢？还装？我丢钱了，昨天晚上上厕所丢你门口了，厕所走廊我都找了，大爷没起来，拿来吧。我没见着啊。这干啥呀？这是啊。那你说大爷没起来，鬼眼睛了，进小偷了，这样啊你。你现在拿出来，叔叔不愿意。
我不杠别人。你啥意思啊？叔叔得告诉你，你小时候没学过吗？拾金不昧，上小学都唱那个歌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一边，来给叔叔钱。我没捡着你钱呢。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，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。快点来。你咋就能断定是我捡的呢？咋这么油呢？哎呦，你兜里是不是有钱？嗯，来拿。这是爷爷的伙食费。我还能赖你钱呢？我那钱都有编号，编号哈，后六位我都知道。哎，我先说后三位吧，668。来，万一重号呢？嘿嘿，重号，你寻思还怪多的呢。我听过重名的，叫小秦，大名秦香莲。来，你把钱拿出来看看。我还能赖你钱咋的？这啊，2819390490004，零钱不是。哎呀，没有你的吧？你还老手，藏屋了。啥意思啊？我去找他啊。你看咋的？你还要搜屋啊？是不是慌了？你等会儿。不是，你这就是在诬陷别人呢。你干啥呀？啊，你这么搜人包的？啥意思啊？在这包里呢？啊？啥呀？干啥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啥意思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哭也没用，要你就别整这事儿。干完事还怕人搜？怎么回事？哭啥呀？爷爷的搜屋。别别别，因为啥呀？你搜什么屋啊？大有办案去。干啥呢？钱丢了，让他捡去了，完他藏起来了。钱丢了，搁哪丢的？我昨天晚上上厕所嘛，丢他门口了，早上写没了。你就定死知道他丢门口了？对，就丢门口了。那你上人屋翻啥了呀？这搜身没有，我来翻他屋来了。没事，你别哭，你给我起来。他不可能藏身上，我就得翻他屋啊。大爷慢点。你这小秦这孩子，我那么问他都不承认，真犟啊。这人呢有点问题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闲不住的人，你是一个。